哦。那个。我们这边据最新的消息呢，是30名扑火队员失去联系，因为那边本来就没有信号，是联系不上他们。现在我们都在联系他们，如果有最新的消息，我们会给你们说的啊。他们是刚刚燃火的时候就进去了的吧？具体我们也在联系。昨天6点钟就没有信息了，我们跟指挥人员打电话都打不通，他们也没打电话来，这个我们不清楚了。省里面的人和州上的人已经到火场了。我这边飞过来了。Hello。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